各位观众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离端午节在一个月就要到了。阿嬷已经把粽子做好了，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拍阿嬷的料理节目了，里面都是一大堆粽子。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晒了45分钟。傻了四十五分钟。是蒸啊，蒸的意思。是蒸啊，不是蒸啊，是煮啦。啊，煮啊。哦，端午节快到了，今天来包粽子。哦，哇！先包粽子，很久没有拍影片了哎。对呀、啊。哎，阿嬷的料理系列休息了好几天了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炒这个虾仁。虾仁啊？对。我们要准备的是生的虾仁是吗？对。然后要把它炒熟。生的，是干的。干的。对。还要泡水。干的虾仁。对。泡水，阿来现在就在这里炒了。对。油下去，炒香来。炒，刚刚我已经炒了啦。对，大概是炒多久啊？炒到你有闻到这个虾，虾仁的香味的时候。对，好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要泡个水。哎、欸，要泡水。那我要准备的量会有多少啊？那看你要包多还是少啊？我自己是准备了6斤半的米。6斤半的米是不是已经泡过水了？这个是糯米是不是？对，圆糯米哈。圆糯米啊，这里有花生，这个也是泡水啊，用电锅蒸过了。这个要泡过水。对，然后用电锅蒸。对，蒸熟。这个是栗子，栗子也是泡过水啊，蒸过啊。这个本来有一些皮哦，要把它弄掉，弄干净这样子。这个是栗子，要蒸过哦。栗子也要蒸过啊。还有这个蛋黄也蒸过。我把一颗切成对半。鸭蛋黄是不是？对、啊。还有这个是猪肺哦，这个好了，不要再炒了。不要再炒了，已经够了哦。嗯。好，这个拿起来。这个是说什么？猪背啊，什么是猪背啊？干贝类的，它属于猪背。什么叫做猪背啊？嗯，就，什么叫猪背？不知道嘞，因为它的。哎，不过我们网友很多人他都很清楚。哦，对，这个是猪背啦，不是干贝啦。干贝很贵哦，一斤要3-4千块。哦。这个猪背一斤才900块而已。这个也要，也是贵贵的。这个也要泡过水，洗过了啊，用那个米酒下去啊，就电锅蒸熟了。啊，这个也是蒸熟了。好。啊，这个香菇也是炒好了，刚刚已经泡过水。我买这个小颗的，就一颗粽子里面可以放个两朵小香菇，对。这样子吃起来的话会有一点嫩嫩的感觉。对，可是香菇哦，嗯，对啊，现在哈，这里哦，你看哦，哎，这里这个卤肉已经卤好了，哦，炒过。我这里是有3层的，还有那个梅花肉，好，卤好的肉，对 ，OK， 好的。啊，等于说这些料我们要先备齐，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先备齐哈。现在来炒。哎、欸，这两个好像没有讲到呢哈。这个是那个啦，这个是这个好朋友给我的那个什么菜脯。菜脯。OK。对对对，是菜脯啊哈。啊，这个来，我们现在来炒这个，炒那个米啊，也要炒过。好，我们先把香菇放进来。对，香菇放进来。那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端午节要吃的粽子。对。
端午节是农历的五月五啊。对对对。那现在已经三四月多了嘛。对啦对啦，快到端午节了。对呀对呀。大家赶快先学起来。对。自己包的比较真材实料，这个是。猪油不是猪油，这个是这个里面的那个比较肥的，我就把它用起来。卤肉饭的卤那个卤肉，就是这个卤肉的比较肥的，我把它锯起来啊，就拿来煸这里了。好，煸这里了。它也算是猪油了哈。也可以这么讲。OK， 所以我们把。香菇给它炒香，炒香，炒香。啊，把这个米啊，倒进来。这多哦？这差不多差斤吧。我做两遍，两遍工就对啊。做两遍差。这个是因为我买的比今天买的比较多，买了六斤半。六斤半的。对。啊，这里有这个，这个是卤汁，就是卤这个卤肉的卤汁。把它放进去。对。哇，这好吃，这好吃。卤肉的卤汁，下来，小鹿，下面圆糯米，再放一些酱油下来，酱油加了一点上色了，对呀，上色了。不然颜色没有到，感觉好像就颜色不对，吃起来也不对哈。好，端午节现在在家里包粽子的人有很多吗？应该也是蛮多人会自己包的，不过很搞干哈。要准备那些料了。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些也是很认真在看呢。真的啊。对啊。啊，这里有那个红葱头。红葱头。对，刚刚我已经把它炸起来的。哦，这样子炒这样子就大概就可以了。调味的话就是刚刚这个料里面就是卤肉的。料里面就已经有放了，就不需要再放了。卤肉的酱汁在里面，整个就够味的了。对，还有我们这个肉也有味道哈。啊，还有这个。啊，可是我刚刚这样子，我这样子圆糯米怎么知道它熟了呢？没有，这个还要下去煮。我这个是南部粽哎，要煮我这样子很久的嘞哈。要煮。我这样子炒，这样子只是炒个意思而已，是不是？对，炒香来哈。炒香来而已。等一下是要还要用煮的，要煮45分钟。哦。好。哦、这也是个就搞干的代志呢。啊，还好啦。啊，买几多就是安尼啊。好。啊，你这个的虾米也可以，这个虾仁你可以放一些。就不需要再包在里面，可以的，就把它放在里面就可以，一起拌一拌就好。好，有这个蒸过的花生，蒸过的花生也要把它加进去呢，哈。对。哎，好了 ，OK。加个胡椒粉进去。对。加个鲜味炒手。啊，一些些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。这个料，会点击这一集的人，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各中好手的啦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会想要自己做蚂蚱的人，有的人会做那个北部的粽，它是蒸熟了。
啊，你这个是南部种是不是？对，我这个是南部种。这样蒸熟了吗？蒸熟了啦，哦，那一样把它和在里面。对，这样子我们包进去的粽子里面就有花生了。对。哇，把花生也把它拌在里面。对，花生拌在里面。好的。为什么它是要做南部粽啊？南部粽哦，吃起来比较不会，人家说那个有的人说吃那个北部粽会胃酸啊，胃不舒服啊，啊这个南部粽比较不会哦。啊？这个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准备的料哈。对对对，这个哈洗一洗泡一下，因为这个自己用的也是蛮咸的，所以我泡过以后切过以后，我炒的时候有放一点点糖，不然觉得太咸。这个菜脯不要用太多，用一点点就好。啊，这个是猪背。干贝的另外一种，它比较小颗，猪贝哈。OK。啊，这个是虾仁啊，啊，这个是栗子，这个是蛋黄，这个是香菇，还有卤肉。哦，好像是这样。就是我们的南部粽啦。哎，对对。那我们来包包看喽。好，对。这个是什么叶子啊？这个是竹叶啊。竹叶。哎呀。竹叶。对呀。哦。竹笋的叶子啊。放个半匙。放个半匙就够了，是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摆个两颗，这个一点点，这个不要太多，太多怕太咸，这个卤肉两块，这个栗子半个，一颗啊，这个都可以，香菇两片，哎呦，太多。蛋黄一条哈，可能这几项类个一旦搞变结出来个 ，OK， 好就这样子哈，哇，满满的料嘞，对呀，这个又有那个什么花生那个，花生糯米啊，对，里面又有虾仁啊，对，这样子，满满的料啦，好。就这样子包起来。哎呀，这样子，豆茶，安尼，豆茶，豆茶，这样子，放一半子，先放一半的米，片的两块肉，两块肉，一点点的这个就好了，不要太多哦。哎，我头都更别提卡掉这个。没紧啊，这个。有的无啦。哎呀，还有两个猪背，一个栗子，栗子哈，它是甜甜的。哦，所以它什么味道都有的哈，有些软嫩。哎，对。有些 QQ 的。这就是南部粽啊，对，就这样子。Andy 娘的阿嬷，做的南部粽哦，南部粽哦，是不是很棒啊？你们看完了以后，会不会自己做了呢？会的，不会困难呐，多做几。哎呀，只是如果你想学的话，就会都会啦。不想学的话，当然是就觉得很麻烦啦。哇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对。水开了以后放下去，这样子。落落的。不是落落的，哎呀嘞，又安尼滴安尼来。含迄啥鸡啊？同款。嘿啦，落水安尼，甲落起来，
剁落去，啊，搁啊一粒用用来，搁啊揉起来，安尼按两三遍以后，它才放落去。哦，跟我们撒鸡鸭的那个一样啦。对啦，啊，放下去就给它滚，滚了以后不要太不要要关小火，关小火慢慢煮，关煮个45分钟，不要。太大火一直煮煮哦，这样会烂掉哦，全部烂掉。哎、欸，跟那个萨克亚很像哎、欸。啊，它要煮，它要45分钟以后，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。我、OK、拿起来，对 ，OK 的。对对对。等于说那时候的糯米就是完全熟的这个状态喽。熟，它又不会太软。你如果说大火一直在那里煮的话，那个会那个粽子会整个烂掉。对。黏黏的烂掉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这南部粽是用煮的啦，煮了45分钟，吃了一颗粽子。好，来我们来吃一颗，试试看啦。南部粽，南部粽，阿嬷也吃了一颗。对，阿嬷打开来看一下喽。先咬一口，先把它放到我们的碗里面去。哦，好。啊，我想要直接这样吃。好好吃，好，你吃。嗯，咬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看看有没有真的吃到里面哦。还没有吃到里面的，好，大口一点。哎、欸，对，瓜子，瓜子，方颗瓜子，不是瓜子啦，应该是香菇吧？有花生，刺颗瓜子。那你吃到那个要花生了？花生，也有肉还没有吃到里面有。饭好吃吗？普普通通，普普凡凡，应该蛮好吃的。阿嬷刚才也吃过啊。对啊，很好吃啊。蛮口味。好，阿嬷吃吃看喽。很香啊。阿嬷刚才我刚刚已经吃了一颗了，我吃了一大颗。哦，听说一个肉粽等于两碗饭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好啦。那我们就。你刚刚才吃的哈。吃一下，意思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。好了，好，就这样子咯。我们这一次的端午节，你会自己在家里做了吗？会吗？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